其实在欧洲、美国和日本呢都已经有标准监管衣服在制造过程所用的化学成分，部分国家更加立了法，根据件衣服的贴身程度由内至外地厘定它的安全标准，所以不少出口到外地的衣服都要经公证行做化验，反而本地的衣服就没有任何规管了。